刘子炫、田明耀这对炫耀二人组。老公当然是我最佳的旅游伴侣，很多第一次都献给了炫耀爱情。首次在银幕前自驾出游晒恩爱 ，Are you ready？ Woo！ 全程实况拍摄的旅游节目，从日本到台湾。走错路了，你看。把浪漫甜蜜。Hey, so cute。对，你爱彼此推到最高点。他爱我，保护我，多过他自己。他是一个很知足的人，很欣赏这样的女生。炫耀爱情，4月2号起，星期二晚上8点8频道。4月2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